为你吃，为你狂，我是你的老阿阳，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战第74集。还有岩浆，我以为没了呢。放上水。完了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不会被水淹死吧？哦，还好水漏完了。火把用完了，再做一些火把，得把上面那块岩浆也处理掉才行。哎呀，被水淹没，不知所措了。哎呀，你悠着点，待会儿别岩浆没拿你怎么样，得自己把自己淹死啊。不会不会，那块岩浆应该也变成黑曜石了。你看对吧，这回就能继续往上走了。这层顶道有多厚啊？都这么久了，完全没有看到能捅破它的迹象，总不会没有边界吧？我再往上试试，实在登不了顶的话，大不了我们就回去呗。又是岩浆，看来这块岩浆的范围还挺大的。算了，那我就避其锋芒，转一个弯，不和他硬碰硬了。万一一不小心又叽叽了，那就不好玩了。你们这是得寸进尺了，看我一桶水把你们给冲下去。哟，还把我拱进水里了，你们这是自寻死路。嘿嘿，动不了了吧？哼，既然喜欢跟我斗，我阿阳不介意陪你们玩一玩，我有上千种方法对付你们这些恼人的小家伙。继续往上走，以我的直觉来看，应该就快到顶了。凿了一块随机矿石，又出了一条护腿，先捡回来再说。还有一块随机矿石。这次只出了几个铜币。这是鸡眼，我的妈呀，搞了半天这上面是鸡眼。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满怀期待上来，结果上面是撑不过去的。是的，结果就是这样。算了算了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不计较那么多了，至少还挖到了一些电磁铀矿石，也不能算完全的无功而返了。我还以为会遇到更多奇奇怪怪有趣的事情呢，看来是想多了。这个小怪兽不就挺有趣的吗？有趣什么有趣，我都快被他搞得烦死了。我去，我不是已经把那个洞给埋了吗？追了水，得救了。让你下来，我就是脚那么一滑嘛。走吧，我们下去，去地面上再逛一逛，看看会不会遇到什么好玩的。放桶水，顺着水下去。小月，夜视药水用完了，你跟紧我走啊，别迷路了。你在前面带路。这里的树和之前的都不一样了，变成了那种叫黑蘑菇的玩意儿，不知道这种蘑菇能不能煲汤喝呢？反正我可不敢吃野蘑菇什么的，万一有毒那直接完蛋，更何况这玩意还黑不溜秋的。你不是吃货吗？难道不想尝一尝，万一味道很好呢？别，那比起这个还是小命要紧。这是什么？刷怪龙？我去，这边黑的还真不好行动，差点一头扎进怪堆里了。不过这又是个什么怪啊？一定要关注转发哦。